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翰老师。我现在来公布啊，西湖赛车营的时间在3月28号的礼拜天。那因为啊，接下来的4月、5月、6月、7月都是补习班的重要招生季，所以我都会忙招生啊。所以这一段时间不会再办赛车营了。OK， 所以这一场赛车营是暑假前的最后一场。OK， 那因为接下来我也要忙招生嘛，所以如果你们有介绍的话，我会非常感谢，谢谢各位车友，好吗？啊，由于啊，这是暑假前的最后一场赛车营，所以我们把它办盛大一点。这一次有双教练，有李翰老师，还有台湾赛车第一人蔡成阳教练，噔噔噔，是不是很棒？对吧？你来就可以被两个人教到，台湾赛车第一人教到，还有台湾数学第一人教到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是不是一定要来？对不对？但是我不是教数学，我先讲，好、哦，好吗？好、哦，那因为之前我一个人教啊，所以我们就是六个人成团啊、哦，上限10个人。那这一次有双教练，所以我们就12个人成团、哦、啊，上限20个人，好吗？机会难得哦 ，OK， 暑假前没有咯，知道吗？要来要赶快哦，而且双教练哦，要报名的，等一下。影片下方说明处有表单，赶快填，到时候见哦，拜拜。